我是 Nick，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理财名人堂。理财名人堂会邀请一些名人来跟我们分享投资或者是理财的大小事。今天要请到的这位来宾呢，在41岁成为 FIRE 族，并且辞掉国营事业，而且月领6万股息，并且在投资上面有一套自己的心法。让我们欢迎股海老牛。女生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牛。今天会请老牛来跟我们分享小资族如果今天想要刚开始投资要怎么去执行以及规划，还有呢2024有没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标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我的线上课程开卖啦。这堂课呢不是只教你储蓄，而是让你可以系统化的去管理金钱与投资，帮助你啊90天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理财方式。课程中会先帮你厘清自己的资产，接着客制化适合你的紧急预备金。除此之外，在消费的部分也会帮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消费模型，让你在消费中省到更多钱，也分辨好债、坏债与保险的内容。接着投资则是会带你认清各种投资工具的风险，并实际带你买一次股票，并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工具，最后再帮你找到增加收入的方法。每个阶段都会有挑战与实作，让你学到的啊不只有心法，还有呢可以融会贯通在生活中，帮助你啊系统化的管理金钱与投资，同时放大每一笔钱。现在购课享有限时优惠最低价，错过不再哦！输入推荐码 HHNLI300， 再折300元，赶快手刀给它购入起来吧。那在一开始我想要先问一看老牛，如果像我一开始有讲到嘛，如果今天月薪只有3万的小资族，你觉得他要去如何规划投资会是比较好的方式？我自己很晚才开始出来工作，我是直到30岁我才出来上班工作。那前面你在做什么？哦，因为我之前都在学校，就是从学士、硕士，甚至我有去念博士班啊，最后很可惜没有拿到博士学位。那不过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研究单位当中去做研究助理，所以其实我的当时的月薪也是3万多，那加上我们看到劳健保、房租、校清费啊，还有生活费啊，扣掉其实可以支配的所得大概就是1万多块左右。那我一开始自己呢先去买了基金，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用定期定额的方式去买进，所以呢比较不会说有人遇到说买股票一次要几万块。不过呢我后来就觉得说好像基金是请经理人来帮你操作，可是我买的基金怎么好像都亏钱，结果是别人帮你操盘然后他亏钱了，你心里面也不知道到底要怪谁，是怪自己吗？还是要怪经理人？所以后来我自己就开始慢慢的开始研究股票。所以我跟在书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说，我投资的第一档股票叫做鸿海，然后现在是不是很红？哦，现在已经水涨船高了。对，现在已经水涨船高啊！但是跟大家讲，当时候我买的价钱叫做90块。可是哦，你虽然说现在看到鸿海的股价是170、180，甚至有机会要到200元嘛，吼。可是呢你要知道说，其实在这十几年当中鸿海做了蛮多的财务操作，例如说减资啊，或者是汇这个现金给你，所以你现在看到了180，其实跟之前我买进的90块那个成本其实有差距的，所以有些人单看股价的话其实不是那么准确。那怎么样去做投资呢？那我自己当然就是当时候是觉得说有一笔闲钱，那就尽量去买，尽量去投资。但是当你工作一阵子之后，你会发现到说，你的记账，然后你的支出其实都是蛮规律的啊。那时候就可以先考虑，先把一些投资的钱先拿出来，然后剩下的才是来做日常的花费。哦，应该是说，如果你今天很了解自己的消费习惯之后，你就可以先把钱拿去投资，剩下再来进行花费。但如果还不了解的话，其实还是先以记账为主，让自己先了解自己消费习惯。因为老牛你自己有一个很独特的投资心法，叫报警处理的四大方法。那这个方法是适合小资族投资的吗？跟大家推行我在投资方面叫做报警处理的四大心法，那分别对应到一些投资方式，包括我们讲报自觉，就是要先挑到好的投资标的去投资。那紧呢，当然我希望能够买得越便宜越好，这样我才能够报得比较紧。那当然储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注意到近几年股市上下震荡，就算是现在呢股市有可能今天上涨1%，明天下跌2%，大家都非常紧张，所以如何能够在股市处理自己的投资情绪，把它报警戒。那最后当然你要做好投资组合一样就是做好一些核心的配置，或者是卫星的一些持股，
然后来做你的报警处理的一个配置。可是如果今天小资组他的薪水可能就真的没有那么高，他还有办法做到投资组合上面的配置吗？当然，我认为是说，凡事都要靠累积，没有奇迹。所以我也是从小资族开始慢慢慢慢，甚至说现在大家看到，股票台积电一张要80万买不起，我也是用零股这样慢慢慢慢冲，慢慢抽上去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流行，我们今天要存股，我们今天要把股票抱得紧紧。可是我抱那么紧，像如果我抱个10年、20年，我的资产是真的有机会会增加的吗？当然是如此。除非你是买错的投资标的，或者是像一般的散户很喜欢把亏损的股票然后一直抱着抱紧紧，反而是缺点，甚至说他连买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是相当危险的。可是我看到亏损，因为很多人就觉得，我要长期持有，所以短期的亏损好像我可以忽略，或者是我应该持续抱下去才有办法看到微笑曲线。那我应该怎么知道，这个亏损我要不要继续保留这个标的？好，当然这就要关乎到你买的是什么样的标的。如果像有些人是买到一些亏钱的公司啊，不赚钱的公司，不发股利的公司，或者是他的经营方面有问题的公司，那这样子的投资标的当然就不适合长期去做报警。所以还是在买之前要先了解一下自己买的东西，不要随便跟风乱买。对。那如果说今天，我们今天薪水真的比较低的话，老牛是有什么比例，或者是怎样的投资金额你会觉得是比较妥当吗？就可能不要超过自己薪水多少，或者是最少要多少钱比较好？我自己的方式叫做 all in， 就是我如果有手上有钱的话，我是宁愿去买股票胜过于我去持有现金的。所以你不太储蓄吗？应该是说我会留一点急用金，例如说一般人建议是6个月的一个急用金啊。那目前的话，我自己是急用金的部分由老婆那边去做处理，然后我自己就是专注在投资上面，所以现金的部分我持有的部位会相对来的比较少一点。那如果像现在已经20000多点了，你手上还是有现金的话，你还是会持续 all in 下去投资，还是会暂时留一点这样？当然是会，就是全部都是 all in 啊。当然我还是会留有一部分，例如说 10% 的现金是在手上，然后去看说目前有没有适合加码的标的。那我自己必须得说，这还是我的缺点哦。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当时候股市上18000的时候，相对是高点啊。那时候我现金就全部都买光，买到股，放到股票里面去啊。结果呢，后来股市开始往下跌，跌到13000多点嘛。哇，那个时候你要加码的时候就没钱，真的是没钱，很为难哦。到底要不要卖股票，还是该怎么去做处理？那当然有其他的财务操作的方式啊。可是呢，我会建议大家，像现在已经上到了这个21000点哦，的确是创新高。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把股票换成一部分的现金，让你自己的投资情绪能够安稳一点。那把你手中该抱的持股、好的公司、好的投资标的，买的便宜的，把它抱紧紧。大家现在都觉得投资好像很赚钱，那他们想要开始学习投资，可是市面上资讯这么的多，小资族该如何去学习投资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好，那首先当然是先 看书，看你的频道，不是先看你去跟我们介绍这些有关理财的部分哦。那先有财您可以理，然后你才有机会去做投资。那再来，当然我们回到刚刚讲报警处理的四大心法，第一个，你要先找到好的投资标的，适合自己的投资标的。另外是做估价，评估目前它的位阶到底是合理价、便宜价还是昂贵价，然后去做买进。最主要的核心关键就是你真的是要了解你投资的标的跟公司到底是在做什么的，是最重要。接着我们想来问问看，因为像现在大家都希望有稳定现金流嘛，创造所谓被动收入，想要月月领息，那这种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的组合呢？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每一天基本上都会收到类似的私讯来问我说，到底哪一个 ETF 比较好，或者是哪一个比较适合长期投资。但是呢，通常来问我之后，隔天涨了1%，跌了1%，又会来问我到底要买还是要卖，就是很尴尬。所以我自己在我的书中呢，有推荐4种，就是 ETF 月月配的投资组合，当然就适合不同个性或者是不同属性的人。那第一种叫做懒人型。那我们知道，当我这本书出的时候是在去年的12月底，当时候月月配只有1档2档而已
例如我们讲的00929，那可是现在已经多到啊三档四档，甚至越出越多，都是月月配哦这个关键字，那包括了939、940、944，哦这些都是属于月月配的一个属性。那所以我认为，如果你是属于懒人型，你不想要去动脑袋去做这个 ETF 的组合的话，那你就找这种月月配的，那你可以月月零息，那去做长期投资，直接一档，知道吗？对，直接一档。那当然，刚刚有提到，如果直接 all in 一档，当然会有一些产业上面的风险，因为你可以注意到，现在某些 ETF 它是 focus 在科技产业，或者是它会用金融股来做一些搭配，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去做一些 ETF 的月月配的投资组合。那这个部分，如果你是属于比较保守型的，那我建议你可以用这个0056啊、00878啊、00713来做投资组合。哦，刚讲完了这个懒人型跟保守型，我们来讲稳健型。那稳健型的话，我们知道啊，你除了可以去配这种高股息的之外啊，我建议你也可以配一些市值型的 ETF。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00850放进来，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例如你用0056、00850、00713，用这样子的投资组合，你也可以组成月月配的方式。所以这是比较属于积极型，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你搭配市值型的 ETF， 其实长期来说的话，你的绩效会相对来的比较好一点。好，再来第四种呢，当然我们也帮这个退休的长青族来帮他们做组合，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更考虑到叫做股债的配置，所以你可以把这个00850原本是市值型的，你可以把它换成例如说这个美债20年的这种 ETF， 然后去做长期的投资，所以这样也可以让你做成这种月月配的投资组合。但你其实会觉得，0056跟713好像当一个保底会是蛮好的组合，是吗？因为刚好他们的月份有错开，配息的月份有错开，而且其实我们回头来看的话，其实00713它是属于高息低波动哦，那也是蛮适合长期来投资然后保金的。我们在股市当中，我们讲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复利效应哦，当然复利效应有三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第一个本金。本金越大的话，利就会越滚越多。那再来第二个是时间，那跟老牛自己倡导的长期投资是一样，所以尽量是以5年、10年、20年来做规划。那最后一个就是报酬率。那当然呢，一般来说我们投资大盘报酬率大概在8%、9%左右啊。如果你是高息型的 ETF， 通常年化报酬率会来的低一点，大概在6%左右。那当然啊，如果你是投资个股的话，因为它风险比较大。但是呢，如果你买对的股票，例如说，如果你是买台积电，那近十年的年化报酬率也很不一样，至少应该有个16%到20%左右。像你刚刚说最少要5到10年嘛，那像刚刚如果我今天选定的，可能我想要月月配00850，然后56+713，我如果中间遇到下跌的话，我要怎么知道我这档标的可不可以继续持有下去，还是我应该要换其他的标的？那我会认为呢，因为现在刚有提到这个高息型的 ETF 现在已经来到20多档，所以其实投资人已经开始有选择障碍了。每人就如果刚出新的高息型的 ETF 的时候，都会有人来私讯说，这一档可以买，对，会不会比某某某好？或者是像我最近收到一个私讯，他就说，他想要把这个00056换掉，换成878，到底可不可以啊？基本上我会先。请大家先去看这档 ETF 它的筛选的方式，那因为筛选方式呢，跟它之后的绩效会有蛮大的关系。那当然，如果你是 focus 在这个科技产业股的话，那你可以预期的它的波动会相对来的比较大。那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安心的报简简，这才是一个重点。所以一定要对自己投资的标的有了解，然后去找适合自己的投资标的。刚刚老牛有说到，你在买股票的时候要看，便宜价、合理价或是昂贵价。可是他要怎么去判断现在的股价是便宜或者是合理呢？刚有提到报警处理，那警的话就是去买在好的价格、便宜的价格、合理的价格。不过很多人在投资股票，通常都是凭感觉，就是说，我觉得这一档股票已经来得比较高了所以他就觉得应该要把它卖掉。所以当时候很多人认为，哇，台积电跌到300多的时候，他们认为，哇，台积电这个时候还太贵。可是当它涨到
400块、500块、600块的时候，哎，都觉得它很贵。可是现在已经来到800多，到底是贵还是便宜？所以自己一定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那当然，对我来说呢，我推荐大家两种就是估价的方式。如果对于个股来说的话，我认为最简单用本益比的方式，它是跟这个获利还有股价来隔一个比例的关系。那再来呢，我认为我喜欢投资的公司，它是有发股利的公司，所以我会用近五年的平均股利来做一个衡量。那再来就是 ETF 的部分。那 ETF 呢，当然除了它自己的筛选逻辑之外，那有些 ETF 是会配息的，包括我们刚刚讲的20几档这种高息型的 ETF。 第一个先看它的配息的状况是否稳健，然后再用近一年的配息状况来回推它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区间。老牛，我们刚刚有一直提到报警处理嘛，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刚开始投资的年轻人，如果以这个投资心法的话，他应该选择像市值型0056608，或者像高股型的0056878这种。这也是大家觉得很挣扎的问题，因为从回头我们先偷看答案，如果说我们回去去回测这个0056或者是0050的报酬率，那我们可以看到的确0050这种市值型的 ETF 它的长期表现是会比较好的。但是呢，当然因为这几年 AI 的关系，所以这个高股息 ETF 0056其实表现也都相当不错。那可是这个时候呢，对于小资族或新手来说的话，我认为你们可以先从0056这种高息型的 ETF 开始。因为像我们知道说李勋呢，他有推荐过很多这种信用卡，那信用卡每一年都有一些神卡为什么是神卡？因为他回馈很多，1%、2%、3%，对不对？大家领得很开心。那所以回头来看，我们觉得说像0056这种会配息型的 ETF 呢，它其实有一种带有一种回馈的概念。所以当有这种回馈的概念，你对于投资新手来说，他会比较愿意去投资，他会觉得说那我每一季就可以拿到现金，有这种回馈的概念，他可以在股市里面长期的投资。刚有提到说这种市值型的 ETF 表现还是比较好，所以我觉得一开始你可以先去投资高息型的 ETF， 让自己能够安心的在股市里面。再来第二阶段，你把它分配成高息型的 ETF 跟市值型的 ETF， 这样一部分你也可以拿到配息，也可以很安心的。那最后一个阶段呢，如果你认为说慢慢觉得这种市值型的 ETF 你也觉得你能够抱得很安心，就算它在这个2022年的表现是下跌30%，你也能够安心报警的话，那没问题。那我认为你就第三阶段，你可以把你的资产 all in 到这种市值型的 ETF。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只有5000块的话，老牛会觉得怎样的投资标的或者怎样的分配，你认为是他们可以参考的？第一种，我们去看，如果你是，我们用报酬率来回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0056。它如果近十年来说，它的长期投资的一个报酬率，年化报酬率大概在6%左右。那可是如果你去买0050的话，它的投资报酬率大概会在8%左右啊，但是它的波动会相对来的比较大一点。那当然，如果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个股的部分，如果你回到十年前，你去 all in 台积电的话，那年化报酬率大概会是20%啊，但是它的波动就非常的大。所以这边就一样，我还是认为说，不同的投资标的适合不同的人啊。要是我现在回头看，我会认为说，投资台积电不错。那当然，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帮我的小朋友来做投资的方式。那我也是每个月帮他们买这种0050，买5000块。那如果用近十年的方式来回测的话，我投入是60万元哦。如果他现在是9岁。那我如果帮他投资到他到18岁的时候，那这原本投资0050的60万会变成132万。好，那我现在另外呢，我会拿5000块，一样是投资台积电。那如果用这样一样来看的话，那这个60万会变成276万。也就是说，在十年以后，如果报酬率都没有变的话，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的小朋友投入了这个120万。那等到他18岁的时候，他的资产大概会有400多万。少努力好多年。当然，你也可以注意到说，因为其实每一年它的波动都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部分我就是定期定额的方式把它投入。那老牛自己有一个
获利不败的原则，营收成长，股利增加，股价就会上涨嘛。那老牛是怎么找到这些标的的？的确，大家现在很想要投资个股嘛，因为觉得啊，怎么买这种股票，赚太少了，一天只是1%、2%，甚至5%、10%啊，赚太少了，他想要去买获得更多，那当然。